好，今天我们开始介绍第五篇中风还有力竭这一篇呢，就是专门在谈怎么样去预防中风，怎么样治疗中风，怎么什么样的人会得到中风。好，那诸位了解了以后呢，就应该以后你就不会中风了。那你哪一天到了五六十岁就中风，就是代表这篇没有了解。好，所以要重新再回来读。好，所以你不幸中风，赶快想办法找到我，或者找师兄弟。好，我们再把你救回来。好，那当然你的如果很了解的话，不会中风的。好，不会中风的。这个呢，中风基本上的一个还没开始看之前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人是在气血两虚的状态之下，好，气和血两虚的状态之下呢，就会引发中风，这是中医的观念。我们在讲中医的时候，你不要去讲说啊，这个高血压会中风，不要去讲这些哈。好，那一般人高血压，老是这个血压很高，怎么会虚呢？一定是实才对哈，不对，都不要去这样想。好，中医就是中医。那西医讲的高血压中风，如果有可以真的可以吃降血压药，真的可以预防中风的话，那世界上没有人中风了嘛？啊、哦，你跑到医院去看，很多人都是中风堂里面。你问他，你在中风之前有没有吃西药？有啊，我就照样中风，啊、哦，照样中风。所以说，中医的观念里面呢，如果说你了解他是气血两虚的状态之下，会得了中风，那预防中风的处方就已经出来了。好、哦，如果以后看到光是看这样子，处方就出来了。你说老师这个处方什么？很简单啦、啊，气马、黄芪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它是两虚，所以我们不会去开一个什么桂枝祛风的时候去，因为桂枝有时候发汗发太多了啊，祛风太强，所以呢，我们开一些，比如说一些独活啊，哦、啊，一些南派的药都没有关系，防风啊，哦、啊，比较刺激的祛风的药，一点点微风进入身体的时候就把它排掉，对不对？党参啊，哦、啊，能够补气，啊，你不用人参都用不到啊，因为人参呢。最主要目的是在肠胃上面啊，津液不够的时候，肠胃胃气快没有的时候，我们用人参。那独参汤，中医我们北派像经方里面没有写独参汤，那温病派里面有用独参汤。独参汤的目的是干嘛？就是胃气将绝的时候，啊，会用到独参汤。那独参汤的胃气将绝，你知道老师你怎么知道它胃气将绝？一个是打嗝，还有一个脉，一是如钩，摸上去脉像钩，有小鱼钩一样，一个个小鱼钩就是这样子。啊，一直持续的状态，我们才会用，好，否则的话用党参就好了。啊，补血，老师要当归、川穹，川穹活血，当归能补血。好，那你平常吃这个气血两虚就不会虚啦，大家就可以预防。所以，当你如果晓得说啊，是原因是气跟血两虚造成的话，你的预防的处方就已经出来了。那人在中风之前呢，有预兆，啊，那西方医学呢，因为着重在病名上面，所以他们在研究病，他就症状呢，症候他就没有忽略掉它，他认为症候不重要，因为病就是病嘛，啊，是有症候，但是他不认为他是主力的，他认为靠验血报告啊，验看一些指数的数字，对他们来说比较有意义，可是中医来说，几千年来我们不是按照数字，我们凭一个人的感觉一个症状。中风的有先兆，中风的先兆呢？好，我把它重写好，先兆。第一个，失眠。这个失眠呢，是没有原因的失眠。好，家里面都很好。然后也没有人生病，也没有什么事情，也没有要跑三点半，钱不够，也没有重病，一切平安啊，任何事情都没有，就是睡不好，没有原因的失眠，持续半年，一定中风了。好，为什么？就是血不够。人会睡觉呢，是因为有三个条件：肝肠魂。好。心肠神，
脾肠易，好。当我们血够的时候，血会归肝，人就可以睡得很好。当你血不够的时候，肝里面缺血，半夜就醒过来，就没有办法睡得很好，缺血嘛，血虚。好，心是藏神，那这个神呢，就是你的注意力，好，你的可以睡得很好。那如果这个心脏里面的血不够，神没有办法待在心脏里面，这个神出去神游，哦，这也会造成失眠，也是血虚的状态之下。好像脾肠易，你想没有办法，脑筋没有办法停下来，哦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打坐？打坐呢，可以让你心情很静下来，好，哦，你不会想很多。不然有的人呢，一躺下去没办法睡觉，就是脑筋里面哇很多东西就跑出来，好，哦，那还有人打坐呢，眼睛张开来还好，眼睛一闭起来，哇，什么事情都想出来了，哦，就更麻烦，哦，那这种都不好睡，哦，不好睡，那都是属于气血两虚的状态之下，哦，这是打个比方。对，第一个一定是失眠，哦，失眠。第二个呢，手麻，哦，好，这个手麻呢，是抱歉，哦，前三指。手前面三个指头麻，哦，肺经跟心包经还有大肠经前面三个手指头麻，这个手前面三个手指头麻呢，代表大概三个月内，好，哦，有时候两个月就中风了，哦，一般来说平均来说的话，三个月之内就会有中风的机会，哦，第三个呢，足胫骨麻。哦，就是在足阳明胃经上面一路下来，从胃经的足三里下来到解析的地方麻，好，哦，这个是大概两个礼拜以内就会中风了，好，哦，就会时间会越来越缩越来越短，哦，当然这是一个基本上我们大概一个统计，好，哦，统计。那有的人呢是突然发中风，好，哦，有的人生气，对不对？我不要我女儿嫁来，跟他爸爸跟女儿吵架，吵就一下中风下去啊，或者跟太太吵架怎么样中风，啊，还有呢太兴奋，打麻将有没有海底捞，卡二比他一摸到哇，他当场人昏过去，到急诊室一拉出来的时候手还握了，打开麻将牌在里面，这种就是太亢奋的中风很多了，啊，也会中风，啊，那种就是足缺，啊，瞬间发生的，啊，瞬间发生的。那可是瞬间发生这个事情呢，他如果气血很旺的人不会有瞬间发生的事情。好，所以平常在没有病的时候，你身体有一点小恙、微恙、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，就要把它治好。好，那治的方法很多，比如说你这感冒，桂枝汤，你就开经方，哦，不能就开那些实方的话，一些它并没有把真正的病通通排出身体体外去。哈，哦，所以我们会以后会定义下来说，正常的人叫什么？当我们知道正常人的症状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看不正常的人。好，哦。他的问题发生在哪里？那你帮他治疗了以后呢？那你怎么知道他回复正常？因为我们有个正常的标准在这里。好，哦，好，现在开始，我们现在看这个病，风之为病。好，哦，当半身不遂或暂避不遂者，此为痹。好，哦，脉微而数，中风使然。好，哦，一般来说，我们的血脉如果稍微跳快一点点，好，哦，稍微跳快一点，数的时候都是好，哦，有风的，好，哦，有风在身体里面，好，哦。寸口脉浮而紧，紧为寒，好，浮则为虚，寒虚相搏呢，携在皮肤。这个我们的寸口脉讲的就是阳脉，哦，脉分阴阳，寸脉为阳，此脉为阴。那如果是寸脉呢，是浮而紧，寸脉是阳，就是讲的胸腔，讲的肺，心肺这个地方。浮代表表有风，对不对？紧是有寒，哦，表有风，受了风的话就表虚啦，哦，风。哦，虚寒相搏，那这个病是在表面上，皮表上面，哦，在皮肤上面。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皮表上得到病的时候，有时候或左或右，好，哦，邪气反缓，正气积极，好，哦，正气引邪，卧痹不遂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到这里哈，哦，很重要这一段，
这在很多人并没有了解到。我画个图你就懂了。好，我们把人呢分两半。如果这边又中了风邪以后，邪是在这边，邪在这里游走的时候，代表是虚，不是实，这边是正常的。正气呢，因为邪在这边游走，它正气是一直循环的，邪气不会，邪气就停在这边。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告诉你，正气会把邪气拉过来，所以嘴巴如果脸部中风了，嘴巴偏到这边来，好，这个皮拉过来，这个歪掉了。所以你看病人的时候，老师他是左边的脸口歪眼斜，实际上斜在什么右边，并不是，因为并不是这边斜在这边，这就是这意思。所以正气很急，好，正气会引邪拉过来。所以说我们针灸的时候看它歪左边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针右边啊？对侧啊，我们针右边的时候，那你可以扎左边的合谷，再扎这边的什么地仓头夹车啊，诸如此类的。所以我们会针到左边去，左边的合谷扎右边的脸。那如果是偏脸歪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扎对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他这段意思。所以你看到脸歪过来是这边是正气，那正常了，病毛病出来这个地方，这段就这个意思。好，这是初诊初病的时候，刚发病的时候。那中医的观念里面呢，都认为久病为虚。同样一个中风脸部中风的人跑来找你，你问他多久了，哦，我脸部中风五年了。第一个，这五年来他没有碰到好医生，对吧？你知道现在美国那个西医没有药治中风脸部中风，现在还流行的 Botox， 就是那个玻尿酸，就是 Botox， 他们本来是美容哈，做了打那个玻尿酸进去，你打吧，怎么不来找我们呢？对不对？怎么样都不自然嘛，哈，找中医最好。啊，不知道不知道，啊，就五年来久病一见虚啊，他的脸还是歪的，这个时候两边都扎，所以久病的时候我们两边都治，因为正气也会虚掉，太久了，好，这是一个重点。还有一个人呢，还有我还遇到临床遇到脸部中风的很好玩，他一脸一歪过去以后呢，这个脸歪过去，那一个月以后，右边又中风，就拉过去，他脸就变成这样，现在看好处就是很正，坏处就是脸永远是这样子，因为拉得很紧。啊，我说你还好，要不然至少比歪一边好看嘛。好，好，那原因呢都是受到风邪。好，那你我教你怎么样子得到脸部中风。好，很简单，你出去运动或者吃很热的东西，吃完以后冒大汗啊，你跑到冷气，对脸就对着冷气，侧边对着它，第二天你脸面就歪掉了。好，我教你中风都可以啊，所以它是真的是风来的，的确是好风来的。那我们既然是知道是因为风寒得到的，那你处方就有了。好，处方，那它脸部上面、面部上面的肌肉上面，对不对？大家就想，哎，肌肉。是不是桂枝汤？桂枝汤是不是解肌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把肌肉里面的寒水要提升出来的话，我们加什么葛根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桂枝汤加葛根就是非常好的治疗面部中风的处方，处方就这样来了，这就是经方。那老师，这个中风的病人他还有头痛，那这个偏头痛呢，可能原来就有，不见得是面部中风引起的。那你的桂枝汤加葛根的时候，你再加什么川穹？好，我开处方给你看。好，为了怕你们剂量开错，没关系，我开给你看。比如说，我一般我们开处方的时候，哈，桂枝三钱，白芍三钱。好，那你如果一看他是面部中风，同时这个太太小姐这个腿上静脉曲张很厉害，嘎嘎开六钱，这就是加减。好，平常我们是三钱，两个等量的，哈，生姜，好两片，红枣，十枚，好，那炙甘草。好，三钱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用甘草的时候，治病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甘草泻心汤，好，我们用甘草。补虚的时候，我们会用炙甘草，用蜂蜜炒过，好，这稍微有点差异的。好，那你喜欢要甜一点，加三钱都没有关系。好，
那这个你每一个药的功能你很了解，比如说这个人呢，他平常的胃不好，好，因为胃里面常常有停水，他病人会告诉他，就老是那个医生呢，我胃里面有水啊，哦，没关系，有生姜四片，因为生姜本来就是去胃里面水用的嘛，对不对？马上就出来了，所以生姜可以止呕，那干姜也可以止呕，生姜也可以止呕，那到底是用哪一个？胃里面有水的时候是生姜，胃寒的时候是干姜。那老师你怎么知道胃寒？很简单啦、啊，舌头拿出来，舌头它就是胃气啊，肠胃的气，白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寸脉啊，好，没有，关脉很大，上面是好，寸脉没有脉，关脉大，这都是好胃焦的寒症。还有呢，你问他你口渴，你喜欢喝热水冷水？哦，我喜欢喝热的，胃都比较冷，比较寒。好，就是，那你如果说我刚刚讲过，如果白芍，它这个静脉曲张你可以加重到6弦、8弦都没有关系。好，这就是看你的加减。那葛根呢，你可以一定要超过这个量，好，比如说5弦，好，6弦，这样可以把太阳经，好，脸上头部的阳经里面的水分呢提升到皮肤表面上来。好，那有头痛的时候，好，加川穹，好，3弦。那如果说他这个头痛很强，人很烦躁，可以加勾陈，这个勾陈也是可以止头痛，但是勾陈呢可以让一个人情绪会比较好。所以我在这看那个人家病人，那个病人想不开，很忧郁，好，很沮丧，或者想自杀的时候，都可以多加点勾陈下去，好，让他头也不痛，让他不要那么烦躁，心情好一点。好，这勾陈很好用。好，那你以经方为主的时候，在经方的基础上再加一些上去就可以了。那这个经方呢吃下去，再配合我们的针灸，哦，扎完针它就好很多了。回家抓了药吃完以后好更多，好，速度很快，啊，那除了比如我常常跟学生讲，你说中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针下去立竿见影，病人就知道好很多了。第一是扎针，第二还有处方呢，吃第一碗下去，病人就好很多，对不对？那还要怎么样？就最比这个更好，就是不要扎针，不要吃药，对吧？那没有比这个更好。好，所以诸位能够做到经方，就可以做到这样子。好，这就是这一段。好，特别要跟诸位讲，好，所以正气是急的，千万不要弄错了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眼是歪左边，我们针右边的原因在这里。好，现在找到原因了。如果邪在络，肌肤不仁；邪在于经，我们经和络，经是主经。好，比如说膀胱经啊、肾经啊、好，胆经啊，经，经与经之间就是络，啊，这个病在络上面的时候，肌肤不仁。如果是只有皮肤不仁，好，你其他都没有，老是什么麻麻的，好，一个地方麻麻的，好，那没有说很严重的麻，只是一块地方麻麻的，这是很轻微的一种中风。那我们前面的，比如麻黄加竹汤，麻黄汤加白竹也可以去掉它。很严重的我们才会考虑到什么后面还有黄芪五物汤啊之类的。好，那如果说邪这个中风呢，中了经，好，重不慎，身体感觉很沉重，好，没有办法走路很轻，好，很自然感觉得身体的重量有，平常正常人呢你应该感觉不到你身体的重量才对，好，就会感觉到身体的重量。那还有呢，邪入于腑，进入腑的时候不是人，邪入于脏，舌难言，好，嘴巴不能讲话。那这个腑和脏呢，就是病比较深，好，病比较深。那在不同的程度，中风中在不同的地方，我们处方的时候有不同的处方，好，有不同的处方来帮忙治疗。针灸呢，如果用针灸在配合经方的时候，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，好，立竿见影，速度会非常的快。好，一般来说，我们常常会看到经方里面哈，常常会看到口吐研末。嘴巴常会吐研末出来，口吐研末的原因很多，好，哦，很多。那这里的口吐研末为什么会口吐研末？好，哦，那比如说这个肺在这边，肺主唾，我们的唾液呢，啊，哦，非常多在这个口水，好，哦，口液在这边很多，那。当你有风素在这边的时候，这个津液没有办法待在肺里面，它就会往上走。这里讲的是这个，哦，会口吐这个研末，
那我们要把肺的寒打开来，我们就比如说前面有介绍过的，那个《伤寒论》有介绍过的甘草、干姜汤证，好，都可以好去掉这个口吐野沫。好，那在介绍中风的时候，我在第七十一号中间的那个小字的地方，我把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有一段，好，传说中的这一段呢，放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。是中医在急救脑中风的时候，脑部出血的时候，病人昏迷意识没有的时候，啊，诸位呢要会用这个自古相传的方式，哈，拿个剃刀，把左额角这个头发哈剃一块下来，就是病人的，好，你不要他这个头发如果很长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啊，你不要去管他，啊，剃下来，左额角剃个一寸见方的头发下来，然后用火烧，好，火烧它。按照中医的观念里面呢，头发是血之余，对不对？所以头发我们有个名称叫血余炭，好，血余炭，你看烧了就变炭嘛，好，烧焦了以后呢，这个灰，那个管子哈，用吸管，好，把它放到吸管里面去，然后从耳朵喷进去，左边耳朵，因为从这边剃下来，喷进去，一喷进去的时候，有头发的发灰呢，是破血的力量非常强。而且你必须要用同个病人，就这个病人的啊，同气相求。这就好像，比如说我们在吃那个海鲜的时候，不小心鱼骨头梗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鱼骨头梗到的时候，我们叫同气相求，就是你不要去啊，同一只鱼，那你刚刚吃的是哪一只鱼梗到？就这一只，你把旁边一个鱼骨头拿起来，生的，然后就打火机一点，烧焦了，你嘴巴里面是没有烤过的骨头梗到。这个骨头是烧焦的，是阳，这个是阴。烧焦了以后呢，你把这个骨头的灰呢，或者水一吞下去，这骨头马上就下去了。好，大家有的人的画符，好画符啊，画符画好就削骨啊，画骨符，就吃下去也可以了。反正任何方法，那你让你吞下去就好了。好，这都无所谓。那头发也是这个意思，同气相求。好，同气相求，这是《黄帝内经》的。好，喷下去，按照过去的案例，喷下去以后，病人鼻子、嘴巴会吐血出来，血喷出来，人就醒过来了。好，我没有做过，因为我们没有机会。你当个中医，人家跑进来怎么会，对不对？这个路边车祸或者是急诊都是跑去这个西医的，我没有做过。所以，但是我们把这个留在这边来，好后你们大家知道，以后搞不好你有机会碰到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哪天你在沙漠旅游，刚好有个人昏倒在那边，就你看他不是中暑啊，他水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把他水拿走，把他丢在那边也不好，对，好，你也不用 get lost 的，对吧？就把他救回来，两个人一起想这种比较好嘛，把他头发烧一烧，对，把他救醒过来，然后跟他说水我拿了哈，对，好，对不对？哦，都是啊，都是要有一点德医德嘛，哈，好，所以留在这边，哪天你就搞不好就会用到，所以我们尽量把《黄帝内经》里面的东西呢。放进来，好，不要那个放在正确的地方，这样子的话，以后你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，好，对。好，这个。寸口的脉，就是我们讲的阳脉，迟。而缓，迟则为寒，缓则为虚，好，这是虚寒的，所以得到中风的都是气血两虚嘛，哈，那迎缓则为亡血，哈，这个未缓则为中风。迎讲的就是此脉，这样你看不懂，你只要记得迎呢，此脉，寸关尺的尺，未呢，寸脉，好，寸脉就是阳脉，这样你记得就好了，好，此脉。那这是两个，一个是亡血，一个是中风。如果邪气中了经，在经络上面生养而迎诊，好，诸位前面就学过啦。这个什么叫邪气中经？很简单，你如果说你跑到这个外面去运动，就运动一身汗了，好，那你很口渴啊，跑到那个 7-Eleven 去买东西，瞬间冷气吹到你身上，那你身上还在流汗，身体里面是热的，一直在流汗，表面上的空气是冷的，
就皮肤夹在中间，我到底听谁的，对不对？就不谁的话都不听，他没有办法。水出来，毛孔又封住，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痒疹、隐疹，好，也就是我们的麻黄加竹汤。好，那心气不足，邪气入中，则胸满而短气。好，因为这个心脏，好，心脏的这个人比较虚弱嘛，哈，气血不够，会造成这样子。那这个后面呢，防己地黄汤，治病如狂，好。妄行毒语不休，无寒热其脉浮。这个处方呢，并不是真正的我们在治疗中风用的。但突然跑一段出来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，按照它的顺序。我讲过哈，你如果读《伤寒金匮》的时候，突然跑个出来，你也不要去怪他哈，徒弟小徒弟嘛，勾了门槛摔倒。好，那这个我们治病如狂，妄行毒语不休有两症，好，一个实，一个虚。中医辨证呢，大家只要掌握八纲，阴阳表里，阴阳表里虚实寒热，实证。一个人呢，走在马路边，你看他奇怪，这个人在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啊，讲话哈，一直走来走去，晃来晃去，然后自言自语讲话。如果是实证的时候，大承气汤证。好，这个大承气汤呢，因为大便的沼气跑到脑部去了，那这个人就是毒妄行毒语不休，好，甚至于会更严重的发狂奔走，衣服一脱就跑啊，好，这样很严重，拿刀去杀人啊。所以你到如果到台南或台中那个叫什么什么龙啊，什么龙发堂啊，里面全部是大承气汤证，你看他排起来一队一排一排吧，哈，一个手扶着一个手这样排着走，全部是大承气汤证，好。那你如果说这些人不会讲话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稍微忍耐一下，跑到厕所去看，小便出来黄的全部是大承气汤证，小便出来白的就是防己地黄汤证，好，因为只分二种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治病怎么办呢？只好进去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呢，好，没有寒热，好，其脉浮，这就是防己地黄汤，因为防己地黄汤呢是补虚用的，好，所以它的处方方法很特殊，你看哈。用酒呢一杯，把这个防己啊，好，甘草啊，桂枝啊，防风这些东西呢，把它用酒来泡一下，好，泡一下以后呢，再搅制出来，好，用那个把它挤出来哈。生地黄呢重用了，好，生地黄，因为生地黄是补血，生地黄你看用它稍微蒸一下，好，像煮米蒸米一样，然后再把那个搅地黄汁在同气里面跟那个前面的这个汤汁呢。混合在一起，所以里面实际上只有生地黄真的去蒸了一下，好，蒸了一下也是搅制出来，然后其他的泡酒以后再搅制出来，好用的，这是比较慎用，好，比较慎用。那我们用酒去制过以后，哈，泡过以后的药，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大黄，你大黄是生用的时候，好，攻下力量很大，所以大黄又叫做将军嘛，哈，很强，你吃下大黄下去，你大便都不出来，你这个肯定有那个大肠癌啊，有肿瘤堵到。一般来说，大黄吃下去一定出来。那如果用酒泡制过大黄的话，就不会了。好，泡制过，它就会比较温，它那个性就不会往下走，性会比较身体的性，好，身体的性就不会跑出来。那这几个药呢？好，这个我们因为要补虚，你补虚的时候，哈，你这个我们如果说用很，比如说这个我们用黄芪。好，这个党参、人参，老师，我们可以用很强的补虚的药啊，去补它，不行，你知道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它本身它已经有中风了，已经有风的表症了，表症的时候你去用很强的补药的话，补人眼斜，好，补人眼斜，所以当我们有表症的时候。我们要去知道它是里虚，同时又有表症，这个时候你处方下去很碍手碍脚啊。老师，我去补虚的话，会把表邪这个风把它束住，好，那不发又不行，一发把风去掉，用开比较强的药发的话，好，那这个里面又虚掉了，好，这怎么做都不对，这就是介乎于攻补之间的处方，好，既补到又可以把表风稍微去掉一点，也不会伤到正气。好，所以你看这里呢，你就看不到
什么麻黄啊，什么很好那个强力的补药啊，好都看不到，好都是比较浅的方子。同时呢，也不去煮它，用酒泡一下，让它慢慢的发散出去，不会说去，好煮，你要煮过以后哈，力量很快很大，好力量很强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处方，这个方剂地黄汤。好，那当然了，你看这病如狂，好，那真的发狂了还是方剂地黄汤。好，你不要说如狂，看起来很像狂，还没有狂，我就稍微等他一下，等他的狂，好，也这个不好啊。那这个妄行独语不休，这就是他的主症。好，所以诸位看到那个人在马路上自言自语的时候，就两症，好，实症跟虚症。好，那接下来哈，这个呢，诸位看看就可以了。后面我会跟诸位介绍三个处方，是我们真的临床上做的效果最好的处方。好，那经方呢，像因为1800多年了嘛，哈，总是会有一些散失掉。这个处方跑出来，我们行家呢用经方的人呢，一看就知道，这个跟经方不太，跟张仲景不太像哈，应该是有人借他的名字来弄的。所以诸位看看就好了，这我都没有用过，我用不到。这个猴是黑伞，那肯定是个猴，姓猴的人弄出来嘛。啊，对啊，对吧？张仲景或是张氏的，那猴氏，就看着他自己就做了，不晓，所以我不晓得谁放在这里面。所以那个小徒弟摔得一个很重，可能有点脑震荡，脑震荡的话，他就拿着竹简的把它插进去，就跑到害我们这样搞不清楚。好，这大风四肢繁重，心中恶寒不足者，哈，这个猴是黑伞的这个处方看的时候，就是。它我们身上有风在身上的时候，有很多空虚的地方，因为都是气血两虚嘛。那找一个药，想办法把它填补进去，好像你身上好多空的洞一样。好，那想办法把它填补进去。然后吃这个猴石黑散的时候，吃东西不能吃热药，吃热的饭汤通通不行，要吃冷食。好，慢慢吃进去，要吃两个月，好60天。好，那处方这个内容呢，好，诸位看看我书上有。那我们有解释哈，那我们这里就不多加解释。那吃的中间呢，一切鱼肉大蒜好，常以冷食，有没有吃冷的？60天为止哈，这个看看就好了。好，还有一个风饮汤，这个风饮汤呢，偶尔还是会用一下。好，是热贪煎。热贪煎跟一般的中风不一样，中风呢，我们有分两症。好，寒跟热，这个寒呢，90%都是寒，10%才是热。在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，寒则缩，热则重。好，寒症的人呢，手这样弯起来的，脚弯起来的，好，左边右手这样，然后你搬它搬不开，好，搬好不容易搬开了，它又回来了，就是寒，90%都是寒，10%是热，它也是中风啊，躺在那边，哎，其实他手脚就没有拘挛起来，就是这样瘫的。那你说握拳，他没办法握拳了，没有力气，瘫在里面就是热，就是重，好，这个一个是缩，啊，从《黄帝内经》里面看，我们就知道。这个是寒热，好，绝大多数都是寒症，好，那热呢？好，可以用那种风饮汤，这专门属热贪煎，好，那这个处方，好，那它这个处方很好玩，又是大黄嘛，又是后面的那个石头，你看赤石子和羽梁石，我们在经方里面用的时候是下利，对不对？那个下利脓血很严重，20-30次跑上厕所，我们用赤石子啊去收敛它。好，就是设计，那个怎么那又用大黄，一个是收敛它，一个用大黄。好，原因就是他是希望说，在大便的时候把不要的食物排出去，把好的食物留下来。好，这样子，因为风饮汤呢，病人没有办法控制大小便，啊，没有办法控制大小便，就是带着尿布啊，好，因为你重什么都是重了嘛，那尿道口也开了，小便失禁，大便也失禁，所谓是重的，因为他没有力气握起来嘛。好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处方，这种好很特殊的现象。平常我们射击跟攻下去不会用在一起的了，好，那只有这边用到。那用到金石类的药，
好，金石类的药都是比较药性比较沉比较重，希望说能够到脏腑的比较深的地方去，好就会有这种出现。好，我有做这个在用，就是但做了我们一个诊所你不用放多，你放个半斤一斤在里面可以了。万一你碰到一个热摊结，这个不多啊，大部分90%以上都是寒症，好手弯起来的，好这个看看就可以了。在这个里面解释呢，我在书上有解释给大家听了。好，头风魔散这个药很好用。很好用哈，平常我们在扎针的时候，老师他头痛，好，我们针下去，头都不痛了。好，比如说他偏头痛，好，这个，哦，太阳痛，我们这个太阳头帅，头不痛了。那回家以后2个小时就开始痛了，啊，那你他这个诊所，他家住跟你诊所差2个小时的车子，啊，那。扎一次针的2个小时痛好一下，回到家里面开2个小时，好，从你诊所离开不痛了，对不对？开2个小时回家，一进门头就开始痛，好，然后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你给他带个头风魔散回家，好。这个老师说这个大附子，不要去斤斤计较，就是附子就对了哈，还有什么大小，好，盐等分就是用泡附子，好打成粉跟盐，这个盐我们在用的时候，经方里面用的盐都是清盐，好清盐。好清盐，你不要随意拿那个海盐，用清盐，好清盐，好。当然你如果说没有清盐，那只好用海盐了，好，但是绝对不是现在的人工盐，好人工盐。清盐呢，在经方里面，除了这个地方头魔风散用以外，还有茯苓熔岩汤，我们后面会介绍到，就肾结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清盐，好，清盐颗粒比较大，那跟泡附子达成粉的和在一起，那平常你就放在那边啊。好，一般中药很好玩，你这两个好，清盐粉打好，跟泡附子粉打好，分两罐装，不要混在一起。好，意思就好像青菜你放里面，你不炒的话还持久一点，炒完就要吃了。好，所以说当你需要的时候，当场混一下，叫他带回去。好，这个把它那个痛的地方呢，要把这个粉敷上去就好了。好，那敷上去这个粉会掉下来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用什么东西敷上去？你可以用一些。好，一些油类的东西，好油脂的麻油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敷在外面都可以。好，那就可以治疗头痛。好，头痛，诸位看这个处方有没有道理？真的有道理啊！就诸位看就知道有没有效。你想想看哈，一个人头痛，如果我们以西医的理论来说，血管太小了，那血通不过去，对不对？那个产生压力嘛，产生头痛。那泡附子是不是很热？一贴上去，血管就打开来了。好。这很有道理的哈，你看就大概就知道效果好不好。好，在还没有介绍后面的力竭的，我们这里开始介绍治疗中风呢。你看它这里没有出方子。我们从一些地方把方子找出来哈。在历代的医书里面呢，我去看了半天，有三个方子最实用在治疗中风的哈。那这三个方子我想一定是经方原来在里面的，结果散掉跑掉了嘛哈，这个跑了外台秘药啊，好跑到这个孙思邈了书里面啦，或者 anyway， 有的时候在原方找不到，哎，在这边找到，好，所以中国这个千年的东西散失了很多，那这个就比较像经方里面失掉的治疗中风的处方。好，第一个呢是在《千金药方》里面的，叫千金三黄汤。这个千金的三黄汤呢，是以三味药为主力。麻黄，好，黄芪，好，黄芩，好，这个因为黄叫做千金三黄汤，再配合两味药，细辛，好，毒活，好，这个药就
很有道理的，很有道理。那千金散火汤呢，是用在有几种症状，病人有中风的现象，但是他主要的症状，病人有怕冷，就是恶寒，怕冷，心烦，心烦躁恶寒，然后手足拘急。那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病人可以看得认得人，可以讲话，这比较浅的中风，浅的中风，比如在表面比较在表面上的中风，也是瘫痪掉，手脚不听使唤，麻黄黄芪，麻黄呢，它能够走表，那跟黄芪配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黄芪呢是固表用的，固表。那为什么这里麻黄，老师这里麻黄为什么不用桂枝？因为细心的关系啊，麻黄呢，平常如果这个青龙你是配上桂枝的时候，麻黄就好像骑到桂枝，桂枝是马，麻黄就是那个骑士，所以麻黄必须要碰到桂枝才能够走到皮肤表面上去发汗出来。那麻黄如果碰到细心呢，就出了少阴症。大家读了《伤寒论》的时候看少阴症，麻黄附子细心汤，这个细心呢跟麻黄有相互的作用。这个细心我们在经方里面，我能唯一能找到的药，增加一个人的胆气。平常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吃的药会胆子很大，那最大吃的药最大胆的就是这个，忘了怎么叫那叫什么？这个中文是什么？大麻。好，那个大麻，过去我们部队作战的时候，因为从一个京城，比如我们现在从北京，从长安出发，要开拔到边疆去跟那个作战。作战的时候，有些部队呢，他这个兵在外面就半年才能到达地方啊，不是说飞机就到了，车子就到了，他半年才能到。但是半年中间呢，离乡背井，那个会请部队还没有，因为没有还没碰到敌人嘛，碰到敌人就发泄一下，对不对？杀了几个人，可是呢，没有碰到敌人，还在路上行军的时候，部队之间问题就很多，有人起冲突啊，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用大麻，就是让心情会很好，这个同时呢，大麻可以止痛。这个，那作战的时候，大麻可以胆气会很大，杀人啊，往前冲，那个手砍断了以后啊，所谓刀子砍断了都不会有感觉到痛，还在杀人，大麻，那大麻也不会这个上瘾。那经方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用大麻，我们用细心，细心也可以增加胆气，所以细心当你剂量增加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怕了，胆气就会增加。细心跟麻黄用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会把麻黄互相有交互的作用，可以除那个，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寒能够去掉，手足拘挛啊，怕冷啊，都可以去掉。那这个心烦呢，黄芩，这个黄芩这个药，就能够除烦，这个除烦，因为它是热，它不是纯热实热，它是一种虚热的状态之下。所以是用黄芩，那这个处方看起来就有意思了。那因为中风比较表，病人本来中风的处方的时候，诸位要记得一开始我就讲了，这个人会中风就是已经气血两虚了，所以你处方很小心啊，你不能大功大发表啊什么样子，不对，因为他本身就气血两虚了嘛。所以说我们不会用到很多强力的祛风药，比如毒活啊、姜活啊、防风啊这种药，这个合理的。这个从千金方里面出来的，孙思邈的时候，当然孙思邈当年呢，他自己在写一个千金药方，孙思邈是100多岁很长寿的人，他就是到这个地方，如果这个地方是这个区域的非常敬老尊贤的，他就专门去看老人病，然后到另外一个乡下村庄的这个地方非常的疼爱小孩子，他专门看小儿科，所以他就到处这样看，所以他的经验很多，活了100多岁，那。京城里面历次要找他回去当御医，他就是不去，他觉得跟老百姓走近比较好，他写了个千金药方，就后来写完以后觉得很得意啊，我过几年以后一看，看到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写的，他一看哇，赶快就把删改了很多，所以叫做千金异方，异方就是千金药方有了伤寒杂病论以后，这个千金药方就长了翅膀，
益嘛，啊，叫益方。那这个就从千金益方里面来的，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注意哈，就是一般比较浅的中风，能看到看得人是人，好，能认得啊，你是我先生，你是我女儿，人是人，还能讲话。第二个呢，刚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我们叫做小续命汤。小续命汤呢，这个绝对是标准的，是标准的经方，好，标准的经方。这个我用的非常多，非常多。好，这个小续命汤呢，麻黄，好，杏仁。一般我们来开麻黄三钱，杏仁用三钱，好，桂枝五钱，炙甘草，好，三钱。这个前面呢就是麻黄汤，麻黄汤平常呢，我一再强调，我们应该正确的剂量是麻黄的剂量会比桂枝高大一点，比如麻黄五钱，桂枝三钱。可是你如果这样开的话，你麻黄要必须先煮过，先煮麻黄，煮过以后把泡沫去掉，煮过以后好，然后再去煮第二次，跟它其他混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干脆一次就减掉。所以这就我这样子开的原因就在这里面。好，那这是以麻黄汤做基础，同时呢，病人是不是血虚？哦，当归、川穹，因为血虚啊，你就补血，对不对？那病人呢，中风以后呢，他都会有热症。一般来说，五钱我们开石膏，你可以用到八钱一两都没有关系。好，哦，石膏，那好，哦，干姜，好，哦，干姜，比如说干姜用两钱、三钱，好，哦，人参，好，哦，人参三钱，你看都在补气。这个就是很大胆的处方咯，很大胆的处方。这个就是用专门用在呢嘴巴呢，好，哦，不能讲话了，哦，讲话好，你就看那个中风里面一进去看，不能讲话，心里小续命汤就已经出来了，小续命汤。好，哦，这个之所以叫续命汤，因为前面呢就是麻黄汤，麻黄汤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还魂汤，哦，从阴间呢回到阳间来。好，当你在使用麻黄的时候，麻黄你开五钱，桂枝那杏仁就开五钱，麻黄三钱，杏仁就三钱，这样永远不会有事。好，那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用麻黄非常小心，为什么？不是说联邦政府法规我们中医可以用，好，现在在美国就是西药厂可以用，还是中医可以用，反正西药厂什么都可以用就对了哈。那还有中医可以用。哦，因为前一阵子麻黄有人拿麻黄去提炼麻黄素，然后来减肥，哦，就把中医的名声破坏掉。实际上麻黄我们在治病的时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药物。好，那这是小续命汤。那吃下去以后呢，这个病人，哦，会发微汗，发微汗。那你会不会怕说，老师你这个麻黄桂枝，那个会不会病人本来就气血两虚的，会不会很更虚？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当归、川穹和人参，在补虚补血的药在里面，补气虚的药在里面。好，所以我说这个方子很大胆，一定是经方，经方的麻桂用在里面。好，那其他呢，石膏、干姜，是因为我刚刚介绍过我们有虚热在里面。那比较浅的方子呢，我们用，好，中风比较浅的时候我们用黄芩，对不对？这比较重的时候我们用石膏。好，石膏。那干姜呢是温中，好，强脾它的脾胃，让它的肠胃功能恢复。好，那遇到口不能言的时候，我们小续命汤开下去，同时配合呢针灸，好，那效果都很好。好，那中风的病人呢，你越赶快去治疗，不要耽误时间，越不耽误时间的话效果是越好。好，那 90% 呢都是小续命汤，小续命汤。好，90%非常好用。第三个呢就很特殊了，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，束缚汤。这个束缚汤呢，比如说我们开处方白术五钱，
泡附子啊，三钱。那个竹附汤呢，这个白竹跟附子，白竹的量一定会大于泡附子。好，后面呢，生姜、甘草、炙甘草哈、哦，大枣，好，这边，生姜两片，比如说这样子开号开号。竹附汤呢是用在病人有极度的晕眩，也是中风不能动啊，晕眩到什么程度啊？病人躺在那边。你进去的时候，这边眼睛都闭到，你心里想，这家伙真的是没有礼貌。因为医生来了也不看看我，对不对？他不是不看你啊，他眼睛一张开就头昏了。看到这种症状就是竹附汤，因为中焦寒湿太盛，所以他不能眼睛，他连眼睛动一下，眼睛张开来，那个湿都会震动了、啊，都会影响到啊。哦，这个因为眼睛，我们下面不是中阳明胃经吗？承气四白俱疗，有没有一路下来，好到胃上面。在中隔这边寒湿很盛，所以他眼睛动一下，他寒湿就动，一动了头就开始昏。好，那整个人平躺，那枕头不能摆啊，因为枕头摆上去的话，开始头昏了、啊。他必须平平的躺那边不能动，这就是竹附汤症。好，会不会有这种症哈、哦？那吃下去的时候，如果你白竹平常我开的剂量的，我们这种体格，那你碰到有的人300磅，好、哦，我看过450磅的，好、哦，所以你们在台湾看的香港啊、台湾看的比较少，我们在美国300磅的很平常哈、哦。那400多磅的进来门那个，我们那个门都好像很小，那每次都是小椅子哈，我都拿没有把手的椅子给他坐，两张放里面，他坐上就刚刚好。好、哦，就这种你看，所以好、哦、看到他体格大的时候，你白竹好、哦、用了一两，泡附子8钱5钱都没有关系。哦，那有的时候那个你不要担心说老师这个附子用的好、哦、那么强。就为了你看人在用，像我没有处方的时候，我刚开始第一季的时候，我一看他体格很大，我先开5钱，体格比较小开3钱，5钱的时候中了，他好转一些，他好大概20%-30%，第二次还跟你客气啊，一下就开了1两上去了，好那这样你比较稳，那你常年累月以后，好你用经方用的多了以后，那个病人一看那个体格，大概你就知道什么量了，好一季就中了，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用比较轻的剂量。好，然后慢慢加重上去，但还是有到现在还是有例外。好，有的时候看那个小姐那么小，叫瘦弱啊，娇小玲珑型啊，现在能看食早汤症，对不对？这个1钱食早汤已经很够了。好，开1钱下去，根本石沉大海，他没感觉啊。好，吓把我吓一跳，这个一般人比他大的都有感觉。好，所以还是会有例外，但是我们不能把例外含进去，只要能超过90%的适应，可以适合可以用，你剂量就可以这样用。好，不要去担心它，所以这个竹附汤很好用，好，非常好用的一个处方。好，还有呢，一般现在市面上大家最常用的呢，哦，叫做补阳反五汤。好，现在。中医啊，中药诊所啊，很多用的都是这个补阳黄五汤。补阳黄五汤的处方呢，好，黄芪，好，当归，这个白芍，好，白芍，川芎，桃仁。红花，还有地龙，好，这个黄芪是5，好，当归也是，当归后面3，好3的剂量，好2，这个补阳黄五汤呢，我们应用在脑溢血、脑部出血，好，会用到红花，会用到地龙，地龙呢就是蚯蚓嘛，好。它这个活血化瘀的力量很强，那一般用了补阳黄五汤的时候，都是这个脑部有出血，脑部有出血的话，常常会看到病人有些手指头不能动，好一个指头不能动，或者是有视力有问题，好，或者是这个病人流眼，好，那我们用补阳黄五汤的力量，
这个药呢能够到脑部去啊，淤血化出来。川穹呢，好，注意看，我们常常当归川穹，川穹能够活血，就是让血液循环加速，把血管保护得很好，让血管破裂的血管能够恢复。川穹，好，那你用桃仁呢，红花就是活血化瘀的药。好，那红花有两种，市面上一种是藏红花，藏红花的速度最快，可是呢藏红花最贵。好，那你如果是急救的时候当然用藏红花，好，藏红花。那这个桃仁呢，如果用在小姐的时候要小心哈，我们常常有些桃仁在用在别的地方，你如果用桃仁用在一般的小姐，你吃下去以后本来没有青春痘都长很多痘子。好，但是人家已经中风了，对吧？你管他什么豆子不豆子，也就用了哈。那个青春痘已经不重要了，那个时候哈。这个是地龙呢，是很强的一个活血的药。那过去呢，诸位记得哈，这个地龙用到动物类的药，你活血的力量很强，同时也伤血。好，所以说，除非必要，尽量不要去用到动物类的药，好，来供血，好供血。那这个补阳还五汤呢，你可以用好。当病你发现到病人吃下去以后血虚，好，比如说你看他脸色、气色、耳朵的病人苍白，好，嘴唇、唇角没有颜色，比较青，手掌呢不够红，这都是血比较虚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把地龙给减量，把当归啊、好川穹啊增量，增加了它的剂量。好，像那个白芍呢，我们昨天有介绍过四物汤。好，你如果开四物汤，一个太太小姐她这个月经来的时候痛，那你平常就开个四物汤。可是你如果痛得很厉害的话，那个白芍用了3000、5000都没有用，你白芍用到1两就可以止痛。所以同样是四物汤，但是你如果把白芍加重的时候就可以止痛。好，那如果白芍加重到1两了还在那边痛，那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再增加，比如说加一些茜草，茜草是很好用的妇人的月经痛的啊情形。那他这个痛呢，老师他是痛了手脚冰冷，每次月经来手脚冰冷啊，然后月经延后，月经延后就是寒症嘛，哈，手脚冰冷是寒。这时候你加热药下去，热的药一下去哈，那个淤血的血块就化掉，因为很热，好像冰块一样化掉，好，冰块化掉，这就是你的一些临症上面的加减，好，这样子就不会错了，好，这是那大家可以做参考，好，使用的最多的呢就是小续命汤，好，小续命汤，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力竭，好，力竭。好，我们介绍之前呢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下堂课我们再继续开始。这个，现在我们要进入力竭。这个力竭哈，力竭这个症呢，分三种。好，分为三种。第一种呢，我们叫封闭。好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称之为血闭。好，第三个就是力竭。中医有中医的名称，对到西医来说，可能就是啊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啊一般的风湿关节炎，啊这种病。啊，刚开始呢，他介绍这个病怎么来的。首先看诊断。从脉诊上来看，寸口是阳脉，阳脉本它沉而且弱，沉呢代表病在里，在骨，哦，病在主骨，弱呢主筋，也就是说，它的意思告诉你，病在筋骨之间，哦，筋，哦，骨之间，哦。那你说老师这个寸脉每次这样子哈，什么沉而弱而我都摸不准，这个重不重要？不重要，为什么？你病人坐在你对面，你再来找我干嘛？关节痛，你已经讲完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我们很少去摸他说啊，就这样对不对？病人自主会告诉你嘛。好，所以这个不重要。好，然后问他痛哪里啊？膝盖，哦，或手，马上就已经开始，好，就已经这边就跳过去了，不需要去那么复杂。但是你要知道一点，就是病呢就是在筋骨之间，好，有问题，这个病毒在这个问题在这个一直在这个围绕，这个病邪在这里围绕产生的问题呢就是力竭。好，所以他说肾呢，好，成是骨头，骨头管肾在管吗？筋呢是肝在管，
这个得到病的原因呢，跟黄汗一样啊。黄汗，好，那我们的苦主黄芪苦主汤，过去我们有在上轮有介绍过，这个人家这个黄河旁边的那个渡船夫嘛，哈，太热，好，天气太热，跳到水里面去，流汗的话就跳到水里面去。痢疾在这里得到的，我们人会得到痢疾的原因呢，风湿关节炎的原因呢，是跟这个天气热的时候跳到水里面得到黄汗的原因是一样的。很多妇女呢，手出问题，就是她过去呢，这个我们没有洗衣机啊，用手去洗衣服哈，那一下热一下冷，一下热一下冷，好，那现代人呢，洗煮菜，一下冷水一下热水，好，一下手放到烤箱里面，一下手放到冷水里面洗菜，寒热变化太快，好，这个就会造成痢疾的原因，好，痢疾的原因。好，那如果诸位会练易筋经，你看我们那个练的手一直这样出力出力，脚如爪，好，绷那么紧，你不会有痢疾的。啊，你如果练了易筋经出去还是有关节的话，你这个易筋经练错了。哦，所以说这个功夫哪里的好的话，应该不会有这种病的。好，哦，但是这种问题呢，基本上都是在筋骨之间，所以我们要特别要这个好，哦，要知道这个原因所在。这个前面讲的就是这个。那这个扶阳脉呢，就讲的是冲阳的脉啊，胃的冲阳的脉，就讲的就是胃气了。好，哦，骨气实，扶着汗自出。好，胃气很实的人哦，很旺的人，这个非常容易流汗，一吃东西就流汗。那流汗的时候，你如果说遇到表，比如在冷气间里面，或者你跳到水里面去，好，哦，汗没有透发回来，就是产生这种痢疾。好，哦，或者是这个第二个呢是太阴，就讲的大部分是女人得到的原因哈。太阴浮脉是浮弱的哈，就是关，太阴就在我们手上的关脉的地方，脉比较浮弱。好，哦，那这个是风雪相搏，疼痛如炙哈。一般来说都是这种出在富人家身上。为什么会弱则血不足哈？服一般来这个富人呢，在家里面做这个针线活，他不是像到外面去做劳力的工作。那也就是说他动的比较少，动的比较少的时候，好，一般来说就是血比较不够，因为他活动量不够嘛，他就坐在这边在针线在那边做哈。所以这个是大部分发生在女人身上。那痛的非常的刺痛，非常的痛，好，这是风雪，好，相搏产生的刺痛。那圣人呢，就是讲很有钱的人，很有钱的人他仆人很多哈，这个丫鬟很多。那这个人呢，他运动也很少，那又常常喝酒，好，那这个养尊处优的人，好，也会有这种痢疾疼痛，好，也是没有办法屈身。那这种养尊处优的人呢，都是饮酒以后汗出当风。好，得到，那基本上这个原因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可以就可以了哈。治病很重要，那么你把它治好以后，你跟他说千万不要喝酒当风啊。好，那太太小姐们，你做完针线，做完厨房的工作，到外面去走走啊，多运动运动，好，诸如此类的。好，那这个胃气非常实的人呢，好，你告诉他吃东西不要吃太饱，好，这个不要吃到头满头大汗还在吃，好。这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啊，诸如此类，我们就，啊，就这个调变的意思。我们后面会遇到这个处方，就是桂枝芍药知母汤。好，诸位看，诸肢节疼痛，身体哈，往迎脚肿如脱，脚是肿到的，头悬短气，昏昏欲吐，桂枝芍药知母汤。好，这个汤方在我书上跟诸位写的很详细。哦，就是这个汤的源头来源是什么？临床上做的时候，好，大家注意看哈，我这种是临床经验，书上也没有讲。好，专门治疗膝盖的风湿痛。好，膝盖的风湿痛。你如果说一个病人，他的手拿出来，手指头关节变形，好，比如说阳膝，好，阳膝的地方，好。这个合谷的地方或三尖穴的地方关节变形肿得很大，那个手都变形，就类风湿性关节炎。那西医来说是这样子，那你的说老师，我这个桂枝芍药知母汤一点用都没有。但是临床上治疗的时候，如果是膝盖的风湿或好，那一剂之啊，好，所以很多病人来找我们膝盖风湿痛，好，躺到床上去针扎
西五针扎下去，扎完针了以后呢，开桂枝草知母汤给他。桂枝草知母汤的时候，诸位注意看，好，这个桂枝如果开五钱的话，白芍呢四钱，比桂枝呢会比白芍量少一点点。好，后面呢甘草、麻黄，好，附子、泡附子，好，这三味药是等量的。好，然后呢白术，好，有知母，好，防风。好，通通开完煮完以后，最后是生姜来收尾。好，生姜。好，比如说甘草三钱，麻黄三钱，泡附子三钱。所以桂枝最重，再来芍药。好，白术呢？好，比如说我们五钱啊，五钱啊，五钱，生姜两片或者三片都无所谓。临床上看的时候，有的人是风湿，在中医的观念里面就是。节气改变了，比如说一天突然要下雨了，他就感觉啊很酸痛，风湿，也是桂枝芍药知母汤。膝盖呢痛风，肿起来红肿，是不是甘草附子汤？那甘草附子汤在哪里呢？也在这里面。甘草附子汤四味药：桂枝去风，白术去湿，附子去寒。所以。桂枝芍药知母汤呢，里面就包含了甘草附子汤在里面。临床上看的时候很好笑，有一个病人来，他在那边，我们那边是做水的生意的，好，专门提那个就是那个饮水嘛，哈，这个美国水不能喝哈，你不要去随便到美国以后跟我临床，你在那边喝水，喝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就喝，等下你回去之前你就发肾结石，然后我就赚你一笔钱，狠狠赚你一笔，叫你不要喝你不要喝哈，那你不听嘛，好，那我们平常喝。矿泉水或喝瓶装的水，煮熟过的水啊、哦。那这个病人呢，做水的生意的，就来的时候，两个膝盖、脚踝关节、环跳关节非常的酸痛，哦，然后呢，酸痛完了也就罢了，右边的膝盖红肿，整个肿得很大，右脚的脚那个解析的地方也肿得很大，也就是说，他风湿和痛风同时都有。那偏偏又做提水的生意，他要扛重啊。在外面很热，对不对？他就没办法扛，哦，然后呼吸很短气啊，因为痛啊，对不对？全身一直不断的冒汗，好、哦，那你说老师，我给他开两种药，甘草附子汤跟桂枝芍药知母汤，你这是外行吧？这个里面就包含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包含在里面，好、哦，所以说这个处方我就开这个处方哈，同样的方子就这样开，然后帮他针灸，哎。我说你隔天礼拜三再来，礼拜一吧，好，礼拜三来做针灸，哎，这个家伙就不见了，一个礼拜找不到人了，我奇怪了，怎么人不见了？好，结果过了两个礼拜来送水了，我说你怎么搞就不来了？他好了，我说你怎么好了？他说你扎完一针，我当天晚上吃完药，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可以抬了，我就走了，好了好了，还要看什么？那么快，所以有的时候哦，我们要提醒我们拍照，不然好。第二次没机会了，好，没有机会，这就是经方，啊，速度就那么快，好，那原方不变啊，完全没有改变，好，这个泡附子，好，也用泡的，好，那比如说这个泡附子，我们知道去寒，好，这个麻黄，好，这个里面呢去痛的是哪一个？我认为是防风，啊，防风可以去痛，那泡附子呢，因为里面有寒湿堵在里面，泡附子去寒的时候也是可以治痛去痛。所以真正能够把痛去掉是这两味药，就刚刚我们刚刚才讲过了，那个头风磨散，对不对？泡附子跟青盐可以止头痛，好，所以诸位以后有痛的时候，记得寒痛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用热药下去，好，所以泡附子都可以。比如说我们以后临床上遇到一种痛，它是癌症的痛，对不对？癌症的痛，那我们要想出来如何把这个痛去掉，好，那比如说你家病人吃大麻，好。或者是有时候病，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处方怎么样运用哈？就是帮助你思考。比如说，他一个病人是乳癌，乳癌以后呢，移转到骨癌，骨癌呢长到一个肋骨旁边。那你如果说这很痛，痛得没办法睡觉，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吃很强的止痛药。
那止痛药吃下去会吃吗啡，吃下去的话，这些止痛药和吗啡本来就会引起肝癌的。那这个人本来就是乳癌的，已经遗传骨癌了。那再吃个药再去变成肝癌，那药本身会肝癌，乳癌本身又会遗传肝癌，你说是不是死定了？对不对？很惨。那如何让他这个痛去掉？好，那附子、白术跟附子是不是排脓汤？你把它加重了以后，它把它这个病毒、这个癌症呢往皮肤表面上推，往外去走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加重它，同时呢可以去它的湿，同时可以去它的寒啊、哦，这就是我们在加减的时候啊、哦。所以说你如果了解处方的每一个药的药性，方子到手上是你的武器，每一个病人因人而异啊、哦，你可以做个加减。好，像这个处方里面，我们桂枝重用桂枝，好，为芍药没有桂枝那么多，就是希望，好、哦，这个桂枝的这个要利用桂枝的性。那桂枝的性跟炮附子的性稍微不一样，两个呢都能够壮心阳。好，这个桂枝呢壮心阳，这个炮附子呢也是一样壮心阳。那老师这两个都一样，有差异。炮附子是我们用在恶寒的时候，病人呢怕冷，好，如果用 common sense， 不用去念药典，他会怕冷，就是我们心脏在跳动的时候，蹦蹦蹦蹦的跳动的时候，它产生了摩擦，所以我们人身上的热，体温的来源是因为心脏不断的跳动，摩擦产生的热。炮附子的功能就是让它热量增加，产生它的摩擦，所以炮附子是壮他的心脏的火，强他的火。桂枝呢不一样，桂枝也是壮心阳，但是桂枝是性要这个是胃后胃的。味道非常的厚，而且是香，非常的香，辛香发散的，有点辣味。好，我们辛香发散，辛甘的，好是阳药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说心脏的火，啊，心脏，啊到小肠。这个心火要下降到小肠里面来，就是要靠桂枝，啊，因为桂枝胃后，胃后是下沉，啊，心是下沉，它入血分，所以说有桂枝的话，这个血就往下倒，进入小肠，好，会，那诸位这样想了，妇人、女人呢，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说，奶水就是月经。好，那西洋人研究医学是奶水是奶水，月经是月经两回事，是他认为说你是这个卵没有受精以后排出来的月经，因为那个研究那个月经的人哈是男的而不是女的，他没有问他妈妈，没有问他姐姐，自己闭门造句出来的。好，诸位你如果临床上看病人的时候，这回至于妇科医生最清楚了，月经根本就是奶水，那如果奶水没有办法完全排下来。最普遍的处方，好，我们用的时候是四物汤加炒麦芽。好，炒麦芽，四物汤加炒麦芽这个处方呢，是来自《好奇方异录》这本书里面的。好，那如果力量不够，这个时候就要会重用桂枝。桂枝哈，就可以把它整个奶水排下来，排到子宫里面来，变成月经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桂枝能够将心脏的火导到小肠里面来，啊，跟炮附子有差异。好，那诸位再看，这里用了四钱，哈，最重剂量最重的，啊，用到4钱。好。那你如果遇到这种风湿关节疼痛的人，他有便秘，不要攻下，记得好，不要攻下，你就直接开桂枝芍药知母汤给他，吃完以后，他如果大便回到正常，就代表风湿去掉了，好，代表风湿去掉。如果说大便还是不正常，你再给他开
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再比如一个礼拜来以后，再给他开一些通利大便的药，啊，这是我们过去人的治症经验。现代不是这样子了，现在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在美国很多人病人来之前都吃的止痛药，你正常人吃止痛药便秘，大便就便秘掉，吃完止痛药就便秘了，啊，因为止痛药伤肝嘛，就便秘了。那他的风湿关节很痛啊，他来的时候就已经便秘了，他的便秘不是其他原因，是因为吃止痛药的后遗症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桂枝草知母汤里面，你可以加大黄，可以加枳实啊，看后补好来决定它。如果是它是寒实的话，好，你可以麻黄加个，也就麻黄附子了，对不对？加个大黄，麻黄附子好，大黄附子细辛汤好都可以用，好，就是这种的，就是处方的加减，好，这个用的非常多啊，大家记得，只要膝盖风湿，你针细五针再吃这个药，好，百分没有一个不好的。那如果说刚刚那个处方，如果一个病人来跟你说，这个医生啊，我走路了哈，感觉到骨头碰到骨头，代表他的软骨没有了，膝盖的软骨没了。你帮他扎针了以后哈，他还会有这种感觉，但是扎两三次以后感觉就没有了。所以如果没有开过刀，就算是软骨没了，你针灸可以帮他治好。那开过刀了，有的人好，那个西医很好玩啊，你这个你看好，你那个骨头碰到骨头，你这个软骨不好了，我们开刀进去把你修理一下，把那个碎的骨头清出来，本来就已经磨损了，对不对？你再给它清出来是不是更少？了解我意思吧？所以开完刀更坏，好，不用，我们用针灸，不要去碰它，用针灸做。那针灸在做的时候，像刚刚那个桂枝草啊、知母汤，你就可以加一些像牡蛎啊，好，补骨脂啊，好，就是我们破骨脂一些增加骨头的一些药物在里面就可以了，好，效果非常好，好，所以遇到风湿关节炎，同时软骨又受伤的话，就可以这样好做加减应用。这里呢，接下来注意看这个力竭，好，胃酸则伤筋，筋伤则缓，好，名曰泻。弦则伤骨，骨伤则萎，名曰枯。吃东西呢，喜欢吃酸的，酸的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吃太多了就会伤筋。好，我可以让你今天晚上睡觉就抽筋。你去拿那个柠檬汁哈，好，柠檬汁，你喝很多下去，晚上睡觉以前喝，到了三更半夜起来就脚就抽筋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因为酸太盛，酸太盛。那现在呢，有两种酸，一种是我们本来吃到的东西就是酸的，比如说柠檬、哦、葡萄柚都比较酸，还有一种酸呢是这个甲甜增酸、哦、我这为什么叫甲甜增酸呢、哦哦、现在外面的面包，西点面包它都用人工糖，白糖做的人工糖、哦、吃下去很甜啊，嘴巴里面是甜的，所以它这个人工糖骗到你的嘴巴，到了胃里面去以后是酸的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工糖的东西制造出来以后，它的体积非常小，那我们身上很多的病毒啊、细菌在嘴巴里面，你吃到人工糖以后就会喂食这些东西，它吃了这个人工糖以后呢，排出来的粪便呢，代谢物就是酸性的，好，那晚上呢睡觉也脚抽筋，好，那中医呢，《黄帝内经》说。好、哦，这个肝苦急，有个病人坐在你面前，哎呀，医生啊，我这个脚常常抽筋，抽筋，常常在抽筋。好，那这个太太喜欢吃甜的，哦，就是甲甜增酸，啊、哦，这个老美很多这种情形。他晚上抽筋，什么叫做抽筋呢？就是《黄帝内经》说的肝苦急嘛。好、哦，肝苦急呢，要及时。肝以缓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《黄帝内经》说的？好，那你要告诉他，哎，你多吃甜的啊，就会减缓这个筋，就会好哈、哦。他说：“医生啊，我每天吃甜的，好，所以是甲甜增酸。好，你要告诉他，你这个甜，此甜非彼甜啊、哦，这个西药厂很坏啊、哦，他就不需要人家好啊。哦”所以你吃到了嘴巴了，你味觉都被骗掉。你看看这个东西可以吃吗？
我就叫病人呢回去啊，你不用吃药，就这个问题来找我。对对对，好，回家不用吃药，你去那个药那个超级市场买那个 brown sugar 黄糖哈，那个蔗糖嘛，泡晚上睡觉以前泡点很浓的糖水喝下去就好了。啊，这个就是筋。那弦位呢，伤骨。反过来，当你在帮病人治疗骨病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不要吃咸的。所以真理就是正反两面看，你不能光看这个图啊，吃咸吃太多会伤骨。同样的，你治疗骨折的时候，叫病人少吃咸的，哦，因为吃太多也不好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膝盖肿到风湿关节炎，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告诉病人咸的少吃，尽量不要吃，好，尽量不要吃，好。那你骨伤到以后，病人就会，好，像小儿麻痹啊，肌肉萎缩啊，好，变成关节越来越大，肌肉越来越小，这个萎讲的就是肌肉变小，好，所以我们人呢，平常的腿应该很好看，他腿型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正常人的腿，啊，结果他的腿是这样子下来的，然后膝盖很大，变成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取个名称叫鹤膝，鹤膝峰有没有？像那鹤的脚一样，啊，中间膝盖肿很大，腿变得很小，就是萎，好萎，好，所以骨伤骨受了伤了哈，就会萎。反过来，我们看到萎。肌肉萎缩掉，我们就知道骨伤了，好，那我们就要去治骨，名曰枯。好，当你遇到枯泄相搏的时候，就是酸味又伤到筋呢，咸味又伤到骨的时候，这个叫做断泄，营气不通，胃不独行，哈，营卫俱萎，好，就是三焦无所欲，四属断绝，身体营瘦，毒足肿大，黄汗出，痉冷，好，脚令发热，变为力竭，这是力竭的源头。遇到这种力竭的时候，很严重。比一般的风湿来严重了哈、哦，这个时候呢就有，哦，乌头汤。这个乌头汤呢，病力竭不可屈伸，好、哦，非常的疼痛。这里的乌头汤很强，好、哦、是正治法。我们经方在治疗这个风湿关节的哈、哦，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的正治法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正治法呢？好、哦，这是原方。乌头汤呢，专门治疗。你看后面就附加了，脚气疼痛不可屈伸，也就是你的膝盖关节的地方，好，脚踝踝关节的地方，好，麻黄、芍药、黄芪、甘草，都是我们要三钱，好，各三钱治过。乌头，好，在美国我这个方子我不用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麻黄，美国人呢。每一个来，每一个几乎十个里面九个很少哈，就是十个里面九个一进来，我说你舌头我看看，一看都是地图舌，因为他们感冒嘛就吃抗生素，从小嘛就打这个疫苗，有痛嘛就吃止痛药，睡不着嘛就吃安眠药，好，情绪不好嘛吃抗忧郁药，好，然后血压高嘛吃降血压药，好，血糖高嘛吃降血糖药，吃西药吃太多，好。然后舌头都不行，心脏都有问题。那心脏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吃麻黄，那么剂量一下去，心脏就跳得很快。所以这个方子本来是非常好的方子，好，但是要这个一个村庄或一个城市里面纯中药的城市，如果这个人心脏非常好，你真的用原方麻黄芍药，好，这个黄芪跟甘草的话，真的是一剂之效果就那么快，因为麻黄速度非常快，配合上乌头。好，那如果念过中医的都知道，不要讲，先不要讲乌头，光是麻黄已经很少人敢用了，对不对？要用多少？一根、两根或者好半钱这样子哈。那再看看乌头，已经逃走了，没有人敢用了哈，已经逃光了哈。那你想想看这怎么用？好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是用桂枝汤配合乌头。好，现在告诉他乌头我们怎么用哈。乌头呢，当中医呢？做厨师很好哈，做厨师很好，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怎么煮。乌头一两，好，你用水去煮，好，用两碗水，两碗水呢，把它煮成一碗，好，这个当你加热过以后，已经少掉很多毒性了。那这一碗水呢，你把乌头就丢掉了，好，丢掉了，那这个剩下的乌头水。是不是乌头水？这个时候喝蜂蜜一碗，
蜂蜜呢本身可以解乌头的毒，好，蜂蜜一碗。那这里有一碗蜂蜜加上一碗的乌头水，两个和在一起，是不是两碗？这个时候你再回去滚，变成一碗。所以这个时候变成一碗的浓度是不是跟生蜂蜜的浓度是一样的，并没有改变，但是颜色是黑的。这是我们做制作乌头蜜的哈，最标准最好的方式。这是厨师想出来的，哦，当做会做菜的人会这样做。所以作为那男孩子没关系，你们不要让老婆来做菜哈，自己回家做的菜，我就很会做菜，哦，跟我烧饼都会做哈，哦。你不相信我哪天做给你看，我还可以做两个，哦，不要做那么多，哦。他这个书这个上面就不知道，所以张仲景不是厨师出身的哈，哦。你看他乌头怎么煮哈，哦，他乌头呢，哦，跟那个蜜两升煮，煎取一升，再取出乌头。你去煮煮看，你这个蜂蜜没有水在里面煮完以后，乌头拿不出来啊，这个混在一起，你准备挑啊？你知道我意思吧？你想，你不要去真的煮，你想想看他怎么挑，那么黏，然后一票乌头在里面，对不对？这个乌头切的小片片，等一个去挑啊，拿那个镊子来挑，那这个方法是不是最好？煮完的时候，在水的时候把乌头过滤掉，乌头就丢掉了，只剩乌头水，干干净净的跟蜂蜜煮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所以还要厨师出身比较好，好。我虽然不是真的外面餐厅的大厨，但是我在自己家里面哈，从小跟着妈妈在旁边做菜，好，所以我妈妈最喜欢我，啊，对啊，很有意思，做菜很好玩嘛哈，住了西南角，啊，那当你在用的时候，使用的时候，你这个处方也是一样，你如果是完全确定这个心脏没有问题的哈，开这个处方，3钱3钱，好，你煮的时候9碗水煮成3碗，你不要去6碗煮2碗。因为你9碗水煮成3碗了，麻黄不会1碗1钱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然后吃的时候乌头按照这个剂量，好，1两啊，这一碗的蜂蜜，吃的时候一汤匙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汤匙哈，一个平匙的乌头蜜和进去，好，就用这个汤去。那你这个人有心脏病，这个方子不要用，不要用，好，这个因为麻黄太强，你就把它改成桂枝汤，啊，桂枝汤，桂枝3钱啊，白芍3钱啊，好，生姜、甘草、大枣，然后加1匙的乌头蜜，就乌头桂枝汤。后面有会介绍乌头桂枝汤是治疗寒散用的，但是也是手足不忍，好，手指关节痛也可以用。那在临床上呢，因为我在实在美，我不相信美国人的心脏，美国人心很好啊，真的是很好，这个美国民族很热诚啊，很天真，心都很好。可是他那个心脏我不相信哈，因为从小被西药搞坏掉了，所以我这个方我不用它，啊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这个方子会比乌头桂枝汤还好用，好，尤其是脚没有力的时候最好用。好，那可是我前面刚刚跟诸位先讲过了，他在看我们之前，这种病在看我们之前呢，都是已经吃了很多止痛药，好，已经吃了很多止痛。那这个处方吃下去呢，包括你用乌头桂枝汤，会用这个麻黄芍药黄芪哈，这个乌头汤，还有乌头桂枝汤，这个药呢，临床经验可以告诉我，这是 mercy， 好，慈悲的药，这个药绝对是来自佛或者是神来的，哦，因为这种病，如果你没有得过，你不知道有多痛苦。你如果得个病死掉就算了，哦，这个折磨人，真的是好像看到这种病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是老天爷在报复你，你好像做了什么坏事，好好报复你前世带来的或者怎么样子。好，哦，这个唯一的处方是这个处方，可以治好。好，哦，你如果要吃西药可以吃，到现在没有一个西药可以治好的。好，哦，那。这个是表证看到的关节炎，可能里证呢，这个病人呢可能有红斑性狼疮。我红斑性狼疮是标准的症状，就是关节痛啊。好，那我在治疗红斑性狼疮的时候，处方就是桂枝草字母汤的加减，就它就好了。如果按照正处了，我们没有一个处方是哎吃红斑性狼疮，没有这种处方。关节全身关节痛恶寒，对不对？桂枝草这个字母汤下去，然后看他大便不通，或者是他胃口不好增加，就是这样加减，病人就好了。好，所以说你不要为病名，啊，局限住。当你知道这个乌头怎么样，这个都是我的临床经验。你不用按照书上说，好，按照书上说，哎，你水3升去煮，煮成1升，把那个然后放蜜放进去再熬一下，那不知进服之哈，那你就是说你不知道，你再多吃一点，不要，一吃一匙啊吃就好，一天吃2碗，早上一碗，晚上一碗。过去呢，军方在治病的时候，我们讲究的是。重病即止，就是说你喝下去第一碗下去，你加一勺乌头蜜下去以后没有感觉，第二碗再加变2勺，吃了舌头麻掉了就停下来，
乌头其他药可以，这个不要不需要这样子，这个风险太大啊、哦，不需要。那乌头会不会死？会死。你如果吃很多会死，如果吃伤到的话，容易伤到心脏。好，那你如果处理得很好啊，按照我这样做，一吃一茶匙，那个病会慢慢的好起来，好、哦、好起来。那变形的关节都会回到正常的状况。好，那我们治疗在临床的经验上看的时候，光是乌不要讲这个正方，光是乌头桂枝汤，我们来处理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的时候，可以让巫婆原来的手跟巫婆一样，好、哦、变回正常的手，好、哦、连形状都变回来，不要说是那个痛没有了，连形状都变回来，那个肿痛都没有了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真的是慈悲的药，好、哦，否则这个得到这个病的人呢，生不如死。真的是生不如死，好吃止痛药也不见得完全止痛，而且止痛药就伤到肝肾，肾衰竭、喜肾或者是肝癌，好，那不吃又不行，日子都没办法过，好，然后人又变形，你说对不对？人家女孩子爱漂亮啊，就手拿出来变形，脚一腿也变形，好，都是很可怜，真的是很可怜，好，所以诸位这个方子学去，多帮助一些人，好，这个矾持汤呢，好，矾持本身呢能够除湿力量很强。好，就用矾持呢，就是好，你这个一味药用水来滚啊，滚它，滚个三五沸就好了哈，来专门泡脚用的。外用的药是治疗这个脚气啊，脚气，脚气的时候可能有红肿，脚有外界红肿啊，好，那脚气那个红肿那个肿一直往上升，从脚底板还一直往上走，好，那原因呢可能是风那个破伤风或者什么，你不管它，或者是单纯的啊。这个单独啊，脚气一直往，反正一直往上走，任何这种脚上的发的病，一直往上身上走，就叫做脚气冲心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要说被中这个经方就是这样子哈、哦，脚气冲心，它脚气有很多原因，你不要去看什么病名，只要看到脚红肿发炎，红肿那个从脚一发起来肿起来，一直往身上走，就是冲心往心上走，这个你就可以用外面的哦外洗方来泡脚，哦都可以使用它。哦，那这个力竭中风呢？好，就到这里，好告个段落。下面呢，我们刚刚讲的力竭，还有一个血痹，有没有？下面一个血痹来了，好，力竭分三个，好，风痹、血痹还有力竭。好，大家现在看第85页，好，血痹，虚劳病脉症治第六。稍微等一下。